there's a mic here, so I'm actually going to say something. 因为有个麦克风，所以我想要讲几句话。We're incredibly fortunate. 我们非常的幸运。All of us, and we've had three extraordinary days of. 我们有 very intense, 非常难得的这三天。His Holiness has given. 尊贵的达赖喇嘛把他完全奉献给我们，给予我们了非常杰出的这一种讲授，就是有关群亚达空性。那我虽然听了很多他的教授，可是我觉得这一次真的是非常的殊胜，非常的特别。每一个人在这里都知道尊贵的达赖喇嘛，并且相信他。因为他是一位非常正直和完全值得信赖的一位宗教领导者。说不定这是我们这一生听到的你必须要爱他甚于爱己的这个教授的唯一机会。所以我们欢迎达赖喇嘛，尊敬的达赖喇嘛。今天和昨天呢，如果我闭上眼睛的话，因为有我们会听到那个藏传的传统的这种歌舞，所以当他闭上眼睛的时候就可以有这种唱传统歌舞的这种这种景象会浮现。这是的嘞。那我想要跟您分享，再跟你讲更多的藏语哦。只有一句话吗？难道？你只懂一句话吗？这是的嘞。兄弟姐妹们，首先，当然我非常的高兴，而且非常的荣耀的、荣幸的在此跟你们一起分享我个人的一些想法。那根据我个人的经验，首先我想要感恩、感谢这次的筹办单位，在过去的这三天里，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去介绍佛法、佛陀的教义。我想要知道这里有没有前三天没有来的，请举手。前三天的讲法没有来的，请举手。或者是只来今天的这个公开演讲的，请举手。那里我看不到，因为反光的关系。同一个人，但是
昨天我们讲到了二弟是同性异体的嘛，那同样的在此同一个人但是不同的异体。那现在呢？我想跟你们，完全出发于一个人类的角度跟你们做讨论的。那我只是很单纯的70多亿人口里面的其中一员而已。我是以这样一个角度呢为出发点跟你们讨论的。昨天和前天，还有大前天呢，我是以一个佛教徒的出发点跟你们讨论的。无论是讲佛教的教义，或者是现在一个人类的出发点而言，我从未觉得我是一个神圣的、尊贵的达赖喇嘛，我真的不会这样想。如果我一直认为我很特别的话，那很直接的，我就会跟你们产生距离感了。其结果呢，我会觉得说我是孤立的、独立的，那于是呢就创造了自己的监狱了，把自己关进去，那这样没有意义啊，没有用处啊，那这样的话只会让自己带来更多的忧虑、更大的压力。也因为如此，所以有时候比起所以有可能会让自己去说些虚伪的这一种内容，因为觉得自己很重要了，所以自然就会想要去伪造一些内容，为了能够让自己获得真正的解放解脱，那还不如好好的以一个就是人的出发点而来去互动。我们同样的都有相同的感受、相同的想法、相同的潜能、相同的生理，所以无论是心理上、生理上，我们都一样嘛。因此呢，您也会因由情绪而产生问题，我也是如此啊。所以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兴趣，那也就是了解情绪、认识情绪。有些的情绪会带来负面的效应，有些带来正面的效应。带来正面的效应，我们就要让它持续；带来负面效应的这一些情绪，我们必须要去认知它们、观察它们、认知它们，其实属于我们情绪的一部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呢。我们可以经验到的，但是这一种的情绪会带来损恼他人，不论对他人损恼或自己的损恼，这一种呢，我们就要保持远离的态度。今天我们主题是什么？就非暴力的美德。首先我想要讲暴力和非暴力的一个界限，介于动机并非是动作本身，而是动机本身。例如呢，一个真诚的心，诚挚的体谅他人的心，以这种的动机，哪怕是讲出言的这种
或者是粗暴的一种行为或者是动作，但实际上是属于非暴力的。相反的，动机上呢是想要害他人，去使用他人，或者是占他人便宜，想要去从他人得到更多的好处，而去讲一些美好的语言、漂亮的言辞、词汇，甚至于给礼物的话，其实这是一种暴力的行为，因为已经有一种暴力的动机了。所以暴力和非暴力的一个界限呢，是由动机呢来去做决定的。所谓的非暴力，并非是被动的，在某些的环境下，针对一些，就是暴力的这种因素下，你要刻意的让自己免除这种暴力会促成的因缘。那这种的因缘要怎么促成呢？就是体谅他人。如果真正的完全站在他人的出发点着想，体谅他人的话，怎么可能会有暴力的因缘来去聚合而产生暴力的行为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为他人而着想，或者是利他人、爱他人，这个呢是就以我们短暂的今世而言，现有的今世而言，我们这一世之所以能够生存，也是因为有了母亲的爱、父母的双亲的爱和关怀下，因此我们这一生是在这样一种爱和关怀的环境里面长大的。有些的科学家相信，也跟我们这么说，出生了之后，在出生之后的几周内，因为母亲的拥抱会对孩子的脑部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正面的影响。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冷静的、宁静的心灵会带来健康的心灵、健康的身体，带来了人们欢喜的微笑。但是不断的这种畏惧、恐怖，或者是嗔恚以及忧虑等，不只会在那个当下让你内心获得了不安，但是也会对你的身体呢造成了伤害。过分的嗔怒一直会创造我们的忧虑、害怕等，所以这个呢会让我们觉得孤立、独立。这种的独立、孤立呢，其实会伤害我们内在的这种安乐，因为我们是寄居社会的一种动物，所以我们寄居的社会本身快乐的话，我们才有办法跟着快乐。所以真正让我们拥有朋友的、拥有一个快乐社会的，就是相信他人的。畏惧和相信是没有办法在一起的，因为过多的猜忌和畏惧呢，就没有办法真正相信他人。那这种畏惧或者猜忌是来自于哪里呢？是把自己看太重了，爱我值的关系。所以科学家们也说到了，这种持久的畏惧、忧虑呢，其实会吞噬我们的免疫系统。所以
健康的身体，通常我们有这样一句口号：健康的心理、健康的心灵、健康的身体。所以我时常跟人们这么说：为了能够获得健康的身体，如果您真的对疾病这方面呢有所顾虑的话，你必须要保护好你的心。所以健康的情绪是相当重要的，对我们健康的身体。所以暴力和非暴力，以我们人类来讲的话呢，我们是属于非暴力的动物，我们是倾向于非暴力的。有时候我会半开玩笑的说，看我们的身体的形状结构来讲的话，首先我们只有指头手指头，我们手指头握在一起的时候是，如果它本身长的是拳头的话，那不需要手指头嘛。这个手指头是做来拥抱用的，而不是拿来当拳头用的。如果只是拿来当拳头用的话，那不需要长指头啊。就像马一样，是马不能拥抱嘛，所以马是有马蹄的，因为它需要蹄啊，它需要跑。而且我们人的指头上有长指甲，比起其他的猫来讲的话，它们的指甲是非常的尖的，是爪子。如果你跟猫一起玩的时候，有时候你还是要特别小心，否则的话你会被爪子抓到。但是我们的指甲呢是没有伤害力的，而且我们的牙齿就像其他的吃素的动物，像是兔子啊或者是鹿啊等的这种牙齿的结构，我们的牙齿的结构并非像是肉食性的动物的这种牙齿。所以我们身体的结构是属于一种比较温柔的一种动物类型。而且我们看一些动物它们的一些生活形态，如果是要跟群队一起生存的话，有些的动物是要跟群队一起生存的，有些不是独立的。可是我们人类是属于跟社会寄居下才有办法生存的动物，所以暴力呢其实是跟自我的这种意识，强大的自我意识是很直接联系关系的。所以一有了这种强大的自我意识，爱我值啊，所以产生了自方和他方的这种界别了，由此而产生了暴力了，因为自己自方为主嘛，因此而去忽略了、侵略了他方。所以只要自方有利的话，无论是对他方有任何的损害，也都无所谓了，而产生了暴力了。在早期的时候，不只是国家和国家之间，同样的社会之间，因为是属于独立的个体，所以在那个时候说不定损恼他人，或者是可能会获得自己的胜利。但是今天的世界不只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甚至于州与州之间，是互相密切这种互相密切的关系是不可分离的。因此暴力的这种意识形态，觉得说我伤害他人可以获得自己的胜利的话，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以人类的本性来讲，以及今天的世界的一个形态而言，所以强大的我们你们的这种形式意识形态呢，这已经是过期的了。
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新的意识形态，那就是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我们没有你们。所以我们一直在时常说，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体的70亿人口。当我们有了这种意识形态，相信大家都是一家人的时候，那就是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快乐跟他们的快乐是不可分离的，我的未来就是他们的未来，所以他们快乐的话我才能够跟着快乐，他们痛苦的话我会跟着痛苦。有了这种的意识形态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当我们想到了什么是暴力和非暴力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说非暴力的这种途径也是来自于人为的，暴力的途径也是来自于人为的。现实的状况是什么呢？21世纪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纪，20世纪是一个美好的世纪，但是20世纪确实是一种斗争的战争的世纪。有一些历史专家说到了2亿人口呢被杀害了，在20世纪战争里面。所以一有这种非常不可思议的这种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的这种伤害，所以使得许多的人丧失了自己的生命。所以为了能够让我们有更好的美好的这个世界，我们从21世纪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许多人为的灾难，虽然并不是那种大规模的这种毁灭，但是还是有可以听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我觉得这是21世纪的错误的开始，这是我们忽略了21世纪的美好未来而产生的后果。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仔细的去思考新的一个途径。我们不应该以现有的情况而感到满足，那这是完全错误的。我觉得这不应该是我们去看待的。首先，人类的数字，人口数字呢一直在增长。我第一次到欧洲的时候是1973年，到美国是1979年，那时候我们说60亿人口，我是这样说。那现在的人口已经增长到了70亿人口了。有一些的报道说在这一世纪末听说会到了100亿啊人口，还有全球暖化的问题，因为全球暖化的问题而造成了许多的天灾啊，而且天灾的次数一直在增长当中。所以这些真的是我们人类要去面对的挑战的。而且我们现在的生活的这种态度呢，我觉得是不够我们会真的是浪费资源的，而且资源无法够用。根据我们现在的这种生活态度，你想想看，如果100亿的人口每一个人都有一部车子的话，你觉得有可能吗？像美国人认为说每一个人都有一部车子，如果100亿的人口都有一部车的话，有办法做到吗？像现在中国来讲的话，13亿人口，印度大概10亿人口左右，或是1.2亿。如果在这些地方有20亿部车子的话，这无法想象啊。而且贫富之间的差距，这个必须我们要去正视的问题。美国最富有的国家，但是在这个最富有的国家里面也是有贫富的差距啊。在纽约里面有多少个没有家
的这种流浪人士，你们知道数据吗？大约四万无家可归的人士。有一次在华盛顿，我在公开演讲的时候说到了最有钱的国家的首都华盛顿里面，无论是军事或者是经济上非常的强大，但是在首都里面却有许多的无家可归的人，所以贫富之间的差距不只是道德上的错误，从实践上呢也是错的。因此我们全球的问题以及个别国家的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去出发点的话，都必须要去解决这一种贫富差距的问题。一定要给予穷人足够的教育，给予他们足够的生活条件。那一定要强调给予贫穷的人一种观念，给予他们自信，而且他们本身也要努力的工作，因为而且要给他们建立一个平等的这种观念，健康的概念，而且他们本身也要努力的工作。有一次我在 Soweto 南非的时候，我去了一户人家，当地的南非的一户人家，我想要去看就是平常人家他们生活的怎么样。后来我有这样一个机会，于是他们跟我们在一起喝杯印度茶，而且播放着印度的音乐，真的很好。有一位男士，他跟我说我是一位老师，然后跟我自我介绍说我是一位老师。于是我就跟他说，那您有了民主的这种宪法，而且这个民主的宪法里面很明确的说到了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你们的思想里面，在你们的想法里面，你们必须要认为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于是他跟我说，我们来自非洲的人，我们的大脑的结构是比较差的，我们没有办法跟白人的这种大脑结构比起。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很伤心，于是我跟他说不要这样想，这个是完全错误的。如果你问科学家的话，尤其是对大脑的这种研究的科学家，不会因为肤色而产生大脑结构的差别的，你会得到这种的答案的。以我们个人的经验来讲的话呢，不同的肤色有平等的如果有平等的待遇的话，可以获得平等的这种工作。所以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讨论这个主题上面，于是最后他叹了一口气之后，最后他相信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在那个当下，我真的觉得好像放下了重担般的这种的很轻松的感觉，因为我透过我的努力，我让一个人相信了我们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自信是相当重要的。有时候在社会里面产生了这种的氛围，让人们觉得说我们是贫穷的，所以我们是应该被人轻视的、唾弃的，而且丧失了自信，那是错的。
你们必须要有自信啊，而且要努力工作。所以我们无论从哪一方都有责任来去建立这种健康的社会，这不是只是官方单方面的责任而已。总而言之，贫富之间的差距的这个问题呢，是必须我们要去正视的问题之一。在1973或1974，应该1973吧，我第一次去英国的时候，有一天呢，跟一些教授们谈话的时候，我还记得非常的清楚，在一个休息的时候，有两位教授跟我讨论有关世界的未来。那时候如同我之前所讲的，我说到60亿人口嘛，这两位教授跟我说，南部世界的南部的这些人们，如果他们的生活的态度会跟世界北边的这种生活条件如果变成一样的话，那世界的资源是不够的。那我们想想看，那时候才60亿人口，现在70亿了，如果将来100亿的话，那世界资源怎么会够用？这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哦。有时候我的鼻子呢会变得很长，我想要去嗅到这些问题。有一次有一个杂志说到了南非的撒哈拉，强烈的这个阳光太阳能，于是他们说可以使用太阳能。于是我就想到说，那我们可以建许多的太阳能的这些器具，但是不要给这些的城市，那这些的资源，太阳能之后所产生的资源呢，用在很单纯的来去净化我们的水源，确实有这样一个技术。有一次在一次长远的这个旅行当中，那大约是在洛杉矶附近嘛，在某个地方有个很大的工厂，我就问说这是什么工厂，那就是净化水源的、净化水质的这种工厂。所以如果把所有的这种能量用来做净化水源的话，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水，海水净化厂嘛，那我们就可以用海水转为净水，那于是呢，沙漠就可以转为草原了。去年我在澳大利亚，同样的我也讲到了，澳大利亚你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想法，有很多的这种沙漠的地段，你们应该真的要透过了某种的技术来去让你们的沙漠转为草原。那如果在每十年如果至少能够使几百公里内的这种范围作为草原的话，那你们慢慢的就可以得到更多的移民，而且增加你们的人口，不是吗？有时候我真的会有这样想法，我们不应该满足现有的这种状况状态，
现有的这个状况不应该满足，因为还有仍然存多许多的问题，我们应该启开自己的法眼，来去看清事实的这些问题，尤其是这些严重的问题，那我们要如何去正视他们，解决他们？当问题一旦产生的时候，就已经太晚了。通常，所以我们要事先的去，未雨绸缪的来去计划好，去准备好。所以，首先从我们的心态上面呢，必须要建立，我们都是一体的这种概念。有了一体概念之后，我们就不应该分东南西北了。我们只要是人类，都是一体的。就像是南州来，非洲来讲的话，有许多的问题啊。因为有这种狭隘的这种观点，所以产生了许多这种不需要的问题。除非他们从意识形态上根本的改变，那没有其他的力量可以帮助。像这种的改变呢，就只能透过教育。所以我们需要推动、推广非暴力的概念。非暴力的概念呢，才会解决有效率的解决我们现有的问题。所以我说到了二十世纪，虽然是血腥的世纪，但是这个世纪21世纪应该要成为和平的世纪。和平的世纪并非意味着没有任何的问题，问题绝对会有的。如同我之前所说的，因缘，暴力的因缘永远都存在的。为了能够让我们的世纪成为一个和平的世纪，所以我们必须要去预备。当我们面临了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有万全的准备来去面对正视这些的问题，而且这种的问题必须要透过非暴力的途径来去解决。无论是再怎么样严重的问题，都还是得用非暴力的问题、非暴力的途径呢。所以，这一世纪应该以一个对话为主的世纪。所以我说这个世纪叫做对话的世纪。所以从小时候开始，我们就应该教育这些小孩子们，非暴力的途径才是唯一的途径。而且非暴力的途径呢，具体来讲就是对话的途径了。暴力绝非是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途径。一旦触碰到了暴力的途径的话，那这个的后果呢是不堪设想的，因为这一种的后果会带来更多的暴力行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像是伊拉的问题，还有阿富汗的问题，伊朗和阿富汗的问题。所以现在叙利亚真的是非常的严重了，令人伤痛。所以人们好像变成一种习惯了，当一旦有一些无法协调的时候，马上就以一种暴力的行为来去解决。这个是一定要彻底的断除的一种习惯。这个不是说透过了 UN 联合国来去解决问题，而是透过了平民百姓最基层的这种教育起。因此真正的界别区分暴力和非暴力都是来自于内心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以任何的角度来去推动这种非暴力概念的教育，那就是推动悲心，推动如何去体谅他人，为何去体谅他人，而且人类的一体性的这些概念都是我们要去推动的内容。我们绝对可以改变的，改变我们的思想。有时候我是有点盲目的，因为我的这一代呢，属于20世纪的这一代呢，
几乎呢是没有什么机会来去改变这世界。我的朋友，现在这些的年纪大的这些长者们，现在他们的头脑几乎都已经变得很顽固了。唯一的希望是属于21世纪的这一代。在此有多少个年轻人是属于30岁以下的请举手。30岁以下的请举手。那你们才是真正的21世纪的这一代的人们。我这一代的人呢，超过了50岁了，60岁、70岁的这些老人们呢，我们是属于20世纪的这一代的老人们，而且已经几乎没什么希望了。而且如同我之前所说的，我们的不只是我们的头发掉光了，随着每十年的这个改变，虽然我们变得头越来越秃了，但是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思想呢，几乎都已经定型了，不太会改变了。所以我们真正希望，你们的肩膀上能够扛起21世纪的责任。因为你们还有87年嘛，所以对你们来讲的话，未来是充满着前景的。所以通过你们努力可以改变。我的这一代已经准备要跟你们说再见了，但是你们年轻人，21世纪的你们的这一代，你们真的有机会以及责任在你们的肩膀上面。如同我之前所说的，这些的挑战，100亿人口的这个问题，还有世界的资源的问题，缺乏世界的资源问题，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应该是不需要太担心的。我们不会遇到这些的问题，但是你们会遇到这些问题，所以你们必须要去解决。有时候我开玩笑的说，我们我们过了10年或者20年，我们会消失，要不就到天堂，要不就到地狱了。所以那时候我们到天堂或者地狱，我们会真正看你们有没有好好的负起这个责任。那我们会跟天堂的这个主宰说一下，跟他请个假，看我能不能回到重返地球来去帮助你们。所以年轻的这一代，你们真的有机会，而且你们必须要这么去想。希望你们好好认真的去看待这个问题。最主要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生活的这种态度，太奢华的这种生活态度。以我个人的想法来讲的话，现在的教育制度呢，也完全跟物质的这种价值有直接联系的，几乎没有谈到内在价值。如果我们年轻的一代是透过这样一个教育制度上来的话，成长的话，那自然他的内心里面所想的呢，都是物质的价值而已，他的价值观都建立在物质上面了。那这样的话，年轻的一代在这种环境长大下，他们所谈的就是金钱而已了，就不会谈内在的价值了。所以其结果是什么呢？我们人类会变成一种
赚钱的工具，可是我们不是一种工具啊，我们有情绪、啊。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安乐，其实是内在的快乐，内在的安乐。无论你是不是有宗教信仰，但是都不需要去忽略我们内在的价值啊。为了能够推广内在的价值，不是透过了讲法，而是透过了教育。如果我们完全依赖着透过这种所谓的道德观念，而是以宗教的这种推动的角度来讲的话，那这样的话永远不可能让它全球化。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一种普及全球化的一种教育制度，来去推动内在的价值，而去帮助全人类。因此我们跟许多的科学家、思想家、教育家讨论的结果，还有许多印度的这些学者，可以这么说，是印度的学者们，非宗教信仰的道德观念的推动，这是很重要的。当我们讲到英文词汇 secular 的时候，可能你们会觉得说 secular 的意思呢是反驳宗教信仰，但是根据印度人的这种解读的话呢，所谓的 secular 的意思呢，并非是否定宗教信仰，而是尊重所有的宗教信仰，但是在这个同时并没有倾向于某个固定的宗教信仰。有关印度的这种 secular 的一个概念来讲的话，他们也尊重非宗教信仰者。在过去的3000年间，在印度里面确实有一些印度的教派，我们叫做断边者，有一些的婆罗门教，他们会去批评去毁谤这一派的这种想法，但是对于他们的导师这些婆罗门的这些修行者呢，会说是圣者。对于他们的教义呢，虽然是批评的毁谤的，可是对他们的老师却是用圣者的这种绰号来去尊重，名号来去尊重。所以据数据而言，71人口里面有10亿人口是属于非宗教信仰者。在几天前我去墨西哥，我到了一个他们教堂的一个修炼中心进行交流的时候，我当然就很直率的说我的想法。那在场有很多的基督或天主教的这些修行者，有时候我直接跟他们说，有时候我们所谓的宗教信仰是完全建立在自己的衣着上面的。当你有穿上这件衣服的时候，你就是修行者；当你没有这件衣服的时候，你就不是神圣的了。有些人是完全认同我的说法。许多的宗教信仰者，他们的信仰呢，只是随着潮流的一种传，随着潮流而走的一种做法而已。为了使这些的信仰者能够认真的去学习，他们也需要道德观念的一种教育。透过了教育，所谓的道德观念，这是对我有帮助的。如果我证实我的态度是不欺狂，
我的态度是正直的话，我的生活才能够就是内明外明的来让它透明化。那这样的话，我不需要畏惧任何人，我也不需要猜疑任何人。这种的态度才会让你有更多的朋友啊。所以透过了许多实际状况的认知，那我们去知道说，体谅他人、爱他心的重要，正直态度的重要，这些道德的价值，因为这些道德的价值才会让你的人生获得真正的安乐。这一种的推动方式，我叫它非宗教信仰的推动。这个呢，必须要透过非宗教信仰的教育，这两者搭配下才有办法做到。现在这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我们有跟一些科学家进行交流，我们现在正在往这方面努力中。我们在拟定一个计划，如何透过这种有系统的来去教育这种非宗教信仰的一个教育。大约在几年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草稿，所以希望现代的这些学校们能够实践或者是实行这种非宗教信仰的道德观念。一所学校、十所学校、一百所学校，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做到的。这个就是有关我的公开演讲，也就是非暴力的美德。现在有问题的话，请开始。